有看到我们后面四个已经在那里拖老命了。八百公尺而已，快到了。啊，还有八百啊！你就带着绳子游过去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带着绳头。然后对，那你待会再把那个固定好之后，拉我们过去。我教他，我刚才想说，你就是要游上去。然后啊，对啊，那你有在思考。哎，对，然后去上面做固定点，把我们拉上去，啊，他就去了。傻傻的。没有了，就这个而已吧。我教这个。对，这怎么上？这个没有要上啊。我要等等嘞。下来就这样啊。啊，不是什么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吵着要上去哎、欸，就是说这样子而已吗？这个我有困难，我现在上不去了。这边第二层，你看第二层有新的岩面。舅舅那边站起来。对。快点，我在录影。你这第二次咯，再下一次就不让你跟咯，快点回去。对呀、啊，跳，宝哥跳。哦耶！你都没有办法照。有，我在录影。怎么样？那个姿势怎么样？姿势不怎么样。都没人要跳啊！舅舅，你不是要跳？骗我！这个还蛮好玩的，是一个小峡谷。然后我们还赌说有没有动出来，就真的有动出来。敞开，浪费力气，绳子带着就先去那边架一站喽。不行。躲在那角落看就好了，一定要上去啊！一定要上去嘛！哎呀，我这个很内心，从上后面越来越难游过去了。哦，因为急。因为这边这里都已经觉得有点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百米深潭攻击手。到这边游有落石，到山壁游有落石，连山壁走。过去啊，对啊，带着绳头，然后对，让你带。